薇姐，你好，小黄姐，你好，小雨姐，你好，赵黄的长裙，你好，红色的头发，我喊你，你不应我是吧？我喊你赵黄的长裙，你为什么不应我？其实内心很愿意，不，你让他那个最帅的那个，哎，那个他那个衣服，不是运镜了，你再运镜一下，哇塞，哎呦，哈哈技术流，那来，哎，好嘞，谢谢，从这儿起。怎么样？我们俩这不是女装，真的是不约而同，真的没有说谁要是提前告诉对方不可能穿什么，都真的，我都不想跟他撞衫，主要是很尴尬，所以说谁首先尴尬是吗？那你尴尬了，这是我们两个这几次是你带来第六次的，看到没有？后面还有位专门想拍我们俩的滑雪。小滑雪，你哎，等一下，再插个题外话，是今年是我们三小只11月几号是我们10周年，我们也10周年啊。2013年11月份有一个通知，就通知我们三个正式进入国家队伍。11月5号，11月5号三小只10周年，三小只的10周年。11月5号，我们三个一起吃个蛋糕，好。第六次世锦赛，祝我们好运吧，就是全力以赴吧，好的，加油。所以我们两个第几次？第40。不是，第六届的世锦赛有什么寄语？就是第4次冠军。对，第4次。谢谢你。起来，训练馆真的很像奥普斯的馆。哇，这个楼梯酷啊！你要星星还是要星星？星星。一个星星，不是星星是什么？这是我画的。星星。他要星星，我就要星星。世锦赛第一天训练。我是白岩。哎呀，老子本还行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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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就是其实赢下来的那一瞬间，我觉得他是比我激动的，我一转头我庆祝完了，然后他就啪一下把那个地板，我感觉就真的是特别的激动，我没有想到我今天这么困难的还拿下了，因为我就感觉总在这个树的边缘，觉得他们太好艰难了，总在一个树的边缘，我感觉我要没了，但是我没了，我不想没啊，我真的。我觉得互相相信吧，哪怕就我觉得就是我相信你们，就算输这个没关系，我就再来。
因为这个很正常，但是我依然想你。我觉得，对，你说心情怎么样？我就在想我心情怎么样。在临场突然犯一些平时比赛遇不到、没有在比赛中遇到的事情，我觉得就是现在是会想去解决吧，以前可能就是把它放大了。但我是觉得成熟的标志就是接受以前不成熟的自己。那明天就是最后一场球了，我觉得无论输赢，一定要把就是自己的气势，然后最后的一口力气用在场上，无论输赢。但是我觉得就算拿到银牌，我说白了，我们也要很开心的去面对，不要每一次因为输赢，那冠军真的只有一个。我觉得每一次如果真因为拿到冠军，永远在不开心，这个世界就真的只有这么一点开心。嗯，就是、对。我也爱你。那种不是难受是我在床上 ，Ready Go， 开始，刘一祖。就我自己挑完，其实他那种说话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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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所以我又留下了珍珠。太多人来开解我，说你不要紧张。我想说，道理我也懂，规则不要紧张。但问题是我真的紧张了。我也在大家为我付出，太多了会感到麻木。还真会，你别说，因为明年乖乖的事儿。别怎么样。非常的开心，但是现在，回答过了一个几个问题之后，感觉到了些许的疲惫了。确实好像开心度都下降了。让我们假装非常，我们从一二三重念，非常的开心。那么对明年的奥运会你的预期，对，然后我要拿冠军。从第一个回答就到现在，就是管我，就是还是管我那么难，我要拿冠军，就是要去拿冠军。从今天开始，别人问我展望什么，都是我要拿冠军，管我拿不能拿到，我要拿。好的。一二三，好看，再来一张，一二三，美。玩了你啊！不用。哎，等一下，威东们，来，我也有，来，快。对Happy yeah.Thank you. 来，给姐姐跟。对。来，现在是那个山东记者发来贺电，然后采访一下。太可怕了！非常感谢国家，感谢中国羽毛球队，然后谢谢山东的陪练。幕后的人，欢迎大家来天津跳水。哎，我们两个人来。你呀、挺好，那个观众感人的瞬间记录下来，快点，谢谢江教练，快点。哎呀，谢谢江教练。说他就不感人了。不谢总教练，谢谢就是不谢谢总教练，都等半天了，这就是。江教练五喽，镜头在那儿。好，我看一下，你不是一张就江教练拍五喽？拍多少？开心。真的，你又在我面前拍，干嘛？
学习了，原来还要做这个事情，就是，你使这招都没不是我，是这样的。哎，你关注我，平时可以关注我。只要你回我们也行。拿马不上的时候，我听到赶快。我眼线笔，眼线笔，你写，你想写什么？你他写的什么？相信自己，下次见。哟，这都知道，是吧？我写，我会发球。你写什么？我脸不臭。多进一轮。多进一轮 ，OK。可以吧？对，就是后期给我 P 上，我会发球。OK， 后期 P 一下，我会发球。这里写着我没有愁眉苦脸。我很高兴不就得了？我这样子我这样。OK OK， 漂亮漂亮。我脸不臭，多进一轮。一二三，咔呲。OK， 一二三，咔呲。OK， 你不用了，你刚刚已经做做过了。他是正儿八经的，他就是这样。他正儿八经的有一出戏，刚才我是看见，我没看见，但我微博刷到了啊，正儿八经有出戏。翻我白眼，羡慕了。你怎么看？2025年还能见？这事儿就是你在哪里？一定能见到你。我想跟你一起携手并进。我是当然，因为我又会发球，我又高兴，高兴。离着我，吓死我了！那个上天敬礼，这不是马里奥敬礼吗？马里奥敬礼这。为啥？为啥？为啥？